就要继续讲哈，讲别在我心中不再修复啊。这讲别啊，因为我心内面啊，啊，比如讲我心内面在一旦肯讲别，再旦专心讲别，啊，再无讲别，再来修复啊，希望每心就讲别了，修复就无好安尼啦，啊，所以无相关。那下面款是好的，好有真侪款啦，吼。好，主要就是讲，有钱啦，因为恃才得财嘛，对不？啊，这主要是这个，啊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有好的人啊，平常家庭好好啊，这嘛是一款的好，啊。啊，还是讲身体好，这嘛是一款的好，对不？但是身体好一款的好啊，不是按。我是来的，是按乞丐来的，是按不识进来的，对不？啊，啊，家庭好好，这个福是按怎来的？嘛，不是过世来的，是受了不容易，啊，不容易啊，不离根，不离根呐，啊，啊，拢在那更难好好，啊，安尼，你看呢，就叫你请假吧，啊，不离根。不妄语啊，不脱离见语，不做妄语啊，不虚狂，不见人，那你就看你家庭就会好好啊。啊，所以问人讲，啊，我拢一切拢真好，但是问到阿妈无好好，啊，这样另外一款嘞，啊，阿妈无好好啊，这个可能就是见色下阴啦，啊，见色下阴，即使阿妈无就会好好。还是建设啊，坏人的争吵啊，破坏人家的争吵啊，啊，那这一世就夫妇不会和，啊，或是前世好斗争啊，爱斗争啊，爱跟人兄妹啊，啊，人家呢家斗一斗，然后是一些婆婆啊，就是眷属不和，啊，所以因为斗争嘛，斗争，那你在外面争，在家里就有争了，啊你啊。所以感官是好啊，但是也好的来源都无感官，所以那东西都是的缘果果啊，就是有钱啊，因为失财得财，失本来讲你种种瓜得瓜嘛，种瓜不会生其他东西嘛，啊，所以那如果是修者持戒，没有持戒的功德，那种种戒有种种不同的功德，所以持戒有功德啊。那功，那所谓功德就是能够成就法身，叫做功德。功德业者就是能成就法身，称为功德。啊，好，啊，不说了。十六月，见性是恭敬等之德啊。念念无止，念念啊，念一念啊，心要在念啊，无止，容止就是粗糙啊，啊，那最为佳劳为定当啊，啊，叫做停止啊。那如果念念啊，那个念头都不粗糙啊，也是不会停的，跟他的第六点位啊，那容易较高啊，是最容易脑头的地方。啊你那种讲，一直接就放个冲起来，个炸起来，啊你最容易脑痛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赶快，那个心念哦，那个心念呐、啊，那个心思好像也是一条小沟啊，一条沟啊，啊一条沟渠啊，那个沟渠那里面的念头就是心情啊，那些念头啊叫做心情啊，心情。为什么心情呢？一切心的作用啊，都叫心情。所以心情的意思
老水啊，哪种老公都不完了。啊，你这吊水的电力就好，也无紧张啊。开始无紧张的时候，哎，水就开始熬啊，开始熬，开始吵，意思就是烦恼起来。所以，咱修行人在念念啊，拢啊观察那个内心，啊，可以让你劳动，耐去执着于，耐去动起来，耐去做起来，安尼啊。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那他最后一切念头，用念念无自，无自就是无助啊，不足啊。你外会清楚啊，足就是清楚的意思啊，啊，这居啊，居就是足的意思啊，自就是足的意思啊。你这个是很爱我的歌啊，很讽刺啊。按他讲的，因为这个信仰本来就是无停在的，但你来停在，你的停在就是你自己强行把它停起来，强行把它停住，所以它才停住，它本来是不住的。所以说法本无住啊，这意思就这样，法本来是没有住的，是不会停住。刚才讲道爱饶罪啊。你本来就是你的老啊，本来定做未老的，就是你得做的，哦，跟做的没做祠堂啊，还没做，没做这个好多店啊，水坝啊，很重要，安尼就未老啊，哦，用这水坝就未老啊，安尼未老，你那骨你就会熬一套啊，哦，啊所以，哎。应该是念念无止，让他不住啊。那为什么不住呢？因为不执着的关系，所以就不住了。你执取的话，他就会住了，这样啊。那常见本性，哪种案例你都会当变的本性。那这就关联啊，定到一古来开古戏，修炼落去。啊，那个你那种哦，在念念中，这个念念就是念念分明。观察，念观察，念念分明，用力来观察它。这观察当然是用心眼来观察，用心眼来观察自己的心，把你念念拢分明，念念拢知影。什么叫念念拢知影呢？就是讲心定知影心定，心乱知影心乱，心贪知影心贪，啊。心贪知道心贪，心嗔知心嗔，心愚痴知心愚痴，心散乱知心散乱，心懈怠知心懈怠，啊，心放逸知心放逸，心嫉妒知嫉妒，啊，念念皆知，这个叫做念念分明，啊，但是这个就无简单了，啊，这就无简单。哎，你无简单的东西啊，无简单的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哦，干这第一个干是意思干换的呀，哦，你要先觉才能知嘛，对不对？有觉才有知啊，哦，先觉然后再知，啊，有感觉嘛，啊，先觉察以后再知，啊，所以知是比较高，因为知已经到了智慧的地步，叫知啊，因为有知才知啊。好，那若不知不觉就落于无明嘛。好，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啦，为什么说知很难呢？第一个，你常常啊，因为无明的关系啊，所以糊里糊涂的，所以不觉呀、啊。所以，即使有起来了、啊，你也不觉得，这个觉就觉得了啊。那觉知以后呢，也就是说你要知之前，你觉得有你要怎么样？这个经里面是没写，但是哦，这个就叫别传的哈、啊，承认下来，心贪承认心贪，哦，这叫困难嘞，哦，承认我是那个贪心的人，这么简单，心嫉妒知道心嫉妒，这叫不简单，我来了万多，我不会的，对不？哦，那没声音，所以你会认
得哦，阿你阿我哋哦，只只有两个，唔知冇个当回教啊，阿你，即系都不可能，说不可能哦，那种境地。阿人阿公，阿公又阿人公，我只管你阿鬼干嘛，我只管你干嘛，诶，这种嗯，必要无诶，阿别。管道啊，哎，修理的正在维修，哎，有人总是在这个龙天一地搞起人工，很难讲啊，这些人，你的人工马上就是接受到报应，嗯，因为这种，哎，虽然不完多哈，但是要无形的上面完多，你知道？你重新就做了，你看不着你啊！但是重新哦，一讲水泥人真少啊，你知呀？一水泥重新真少，拢是万多较济啊！啊，阿姨，阿所以啊，阿你，诶，先进个，买哦，就可以无形的重新来利用者。阿姨，阿看你，都是苦，阿姨就烦恼加唔在意啊！阿妈用的比较，诶，火烧工作人。阿弟就讲，唉，我在外需要的是阿龙，特别是阿弟讲这所以阿弟，阿爸话你讲，阿个阿爸咪出来讲，我们无字啊，阿弟因为他一直流动嘛，所以保持这个都是新鲜的啊，然后就没有自取啊，没有执着啊，啊，那念念都分明，就念念觉知，所以就能够常见本性。两两都比干啊，就因为啊，你看这个动呀，这个一路，它就不动了，不动了以后就败坏了嘛，就败坏，那个本性就浮现出来。你看我，啊，本来是流动的，你让它不动就不行了，啊，所以就常见本性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起真实的妙用。常见本性就要什么？这叫前提啊，啊，你才能看这个注解。佛经的注释上有什么全体起用的吧？啊，就是全体地的全哈，动词，而且是既有动词啊，全是无圆满的意思啊，圆满正德它的本体叫做全体啊，万万定调一类本体，这是自性自性的本体，都是全体啊，万万定调一类本体以后，有一张体的作用啊。有当无作用，有当受用的意思啦。家中诶，金啊，金矿这个安定，当年年后啊，吼，当年后啊，变做神经，啊，这叫受用安尼。哦，过了五万白龙，只要做了啊，哦。所以，就前提要正道本性。前提以后就可以起真实的妙用，阿弥陀做功德了，啊，所以功德啊，功就是见性啊，德啊，德就是使用啊，德就是应用那个本性来作用，那叫功德啊。阿弥陀，阿难金嘛，阿难金，英雄会讲哦，你做功德哦，哦，你去了啦，我们再功做功德啊，哎，我赶快啦，所以功德意思本来是这清明啊。阿弥意思啊，啊，所以见性起用名为功德，阿弥，好，那不然呢？念心天下是功，外于情于理是德。内啊就是自修啊，来心来理啊，要定天下，天下意思就是不满于人呐，满就对别人过半了，过半了啊。要定来心来理啊，自修。啊，对别人拢无傲慢呐，哦，袂讲哦，就安尼，安尼哦，经济十几波安尼哦，来得一地安尼哦，诶，真侪人安尼啊，啊伊也是，哦，即嘛是菩萨戒安尼，我就安尼真威严威严安尼哦，啊，所以那内心天下啊，那修行不为人知。现在静静就行了啊，就用拢唔当，无人知影，阿人拢看袂出来，
啦，哦，一般嘅事情啦，哦，要得啦，我揾佢住啦，好嘢啦，我要好嘢啦，嘅带头啊，对冇？哦，啊，我下半日啦，我下半日啦，咪是我下半日啦，嘅带头啊，对冇？哦，啊，我小兵啦，我小兵啦，咪是我小兵啦，带头啊，我是阿啲嘢听，我是阿啲嘢啊，对冇？哦，啊，嗱，总共今天多少人啊？人，你讲会算一人？诶，我谂大家冇咧小心两分，哦，但是伊嘅小心啲，小心唔晒，哦，啊伊大家冇小心，啊伊咧对大人嘅应付接礼嘅时候，啊对有啥物，对啥物同嘅讲啥物话，这类其实都是大小心，是不是？哦，诶，喂，诶，行一礼，万行一礼呀，是德。就是啊，这是对台湾啦，哦，所以对台湾心里存就是讲，讲啊，他讲也是用讲嘛，用讲是家己自信来利用讲啊，所以可能看袂到呀，哦，而且累嘞，累是一定看会到呀，累比如你讲加累啊，是不是？对无？哦，还是讲挨他字啊，还是讲笑一个啊，哦，唔是讲讲哦，我今物就来笑一个，所以不够言笑啊，安尼对无？哦。像你个那种以前为什么到和尚啊？那你刚才不做完以后，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嘛？哈、哦，你如果要笑的话，那啊，你就要心理上就要紧张啊。你管你现在的事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不想这个呀？哦，我万一我是大猩猩，我大嘴笑，你爆发死。好，自信建立万法之道。以自信啊来建立一切的万法，啊，来建立无量的妙法，这万法就是无量的妙法啊，啊，这就是功啊，啊，啊，功就是刚刚讲的功夫嘛，啊，要功当务的这我懂得呀，心体理念是的啊，而且心配啊，也得分配，心也分配啊，时时都理念。离什么念啊？离妄念，离杂念，离邪念，离恶念，离愚念，武器也不管啊！离愚念，离不正念，离不智，不智念，我地位啊！啊，嗯，家两都离亏，那你就把你对，嗯，念也是一样，离就是。不着不依不远的啊，不着不依不远的啊，不着就是不附着啊，不贪着啊，不依啊，不就不依靠。比如说杂念呐、啊，心起杂念很有，然后心就依靠那个杂念去，比如心就哎，我应该是两无人知，心就勾搭勾搭，往这边去，我就去逼他们安装安装，偶尔的给他对一下，这是依依杂念啊。啊！伊讲哦，特别谈啦，过河道啦，安怎啊，八十多啦，有诶无啊？伊开始进入去，用就一语打念。那不约的一妄念啊，妄念忽然间一两回事，那一两件忽然间起个念头啊，那念头是虚妄的啊，虚妄的进入啊，我今嘛来，那来就是靠黑啊，哦，还是靠黑啊。哦，啊，考一万，啊，那就就会五十个，就五十万，我把它标来就，哦，起码就来台湾准备一个什么的，哦，啊，我就来去，十万块来中央赌场，哦，啊，二十万来去小山，哦，啊，你去玩东西，啊，现在了不起的，哦，这都是梦想，还是妄念，啊，以这个妄念。这个样子哦，还是比如，把个样，把个心结掉，把个什么样嘞？把个心来给你这个样，把个心结心掉，哦，心挂掉，哦，把个一起，把个心挂掉一起，哦，就是意妄念，啊，意自信的心虚妄，一种的两套啊，啊，意邪念，我讲意邪念啊，我讲
给给了你下联吧啊，哎，他教你们得不欢经，不信不敬啊，哎，到不敬亲，种种那种念头啊，都叫做邪念啊，哎，乃至于说你在念经打坐的时候起贪念起嗔的念啊，比如啊，大多是佛印感心头，不要觉得他啊心来起贪那呀啊，那个也就是邪念啊，主要都是起贪的那啊邪念啊的瞎啊，啊恶念呢，起恶念的这种哎行为海洋啊啊啊，一对我就爱，我今晚就爱报复他啊，那在打坐里面或者说在念经的时候，突然有那些恶念。就主要是想要害众生的念头，就是恶念啊，害或者破坏啊，害在这个佛法里面啊是一个大烦恼啊，大烦恼。然后真正缘呢，啊，一共一有啊，叫缘缘的一个攀缘呐啊。你第一的时候，一类化解两套阴气呀，把你一教育代替后的一呀，二年呢是两套为气，但是呀，你这半年就是这境界啊，比如讲你在打坐的时候啊，那家族人的断正经啊。阿弥陀佛啊，什么一些什么曲子啊，哇，把你那个耳根就结缘，缘了以后呢，就抓过来，然后心里面就依着那个缘呐，这个缘顶啊，就起这种妄想，这叫缘，啊，啊，然后或者说他的弹一首你很熟悉的曲子啊，然后你就依着一个曲子啊，就想到想当年呐，啊。想当年哦，我看姑姑郎，你家这个曲子也是难转转转，哎呦，哇，这个这个比如讲，姑娘是八一朵花，这个进来讲啊，我哇，这是我你在当兵的代志啊，我一种鬼些鬼些，哎，心里起这冤，这个是啥呢？啊，这不是你自信所起的，那自信所起的就是一，啊，那都是我发的，就是冤，你听我啊，啊，你那种。啊！你做啊！你两件都不然，忽然间我靠你，讲哦，喜欢人故乡，还是讲嘞，哦，会找老母啊，哎呦，眼睛的瞎，他的心中哦，高大高大的是那些大些是故乡的感觉啊，那就完了，完了，起一大堆妄想，结果呢，这眼啊，眼外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起种种的念头，这个缘啊，一元早应该是兄妹啊了啊，那一元以后呢，然后这些执着啊，我比较这个循环，这个两朝我都早啊，所以我讲到嘛，我讲的东西我都所谓心地法门啊。做到几内容的讲的东西，修心嘛，跟他修对吧？所以，我们这样讲个，对事拢无讲个清楚，所以让观众们了解之后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那观众报名了嘛，把他报，哎，跟他报名了嘛，你把他报，啊，报报下一段观众里面看。天地里面是的啊，所以一直性来建立无量的流化的就是空啊，把心体啊一旦时时拢不贪着不依不变，一切杂念妄念邪念恶念无念啊，一切念啊，安尼就是的啊，所以空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按照简单讲一下，变法为功，理念
一步为例，用剑法是攻尼尼微的这样的功德。好，那就你看，剑的意思下，剑是成就的意思，新修的。啊，力量新修一切门法的啊，新最妙法啊，不离自性之动，应用无染事的啊。这不离自性啊，那说你当不离自性，就盖定慧啊，界定慧一时具足啊，把你这个去攻啊，因为你依靠自性啊，这个本性啊，就一切办法都解决啊，所以一切盖定慧就一息一救啊，这个是攻啊，这不离啊，按照不离呢，这是两两不离啊。哎，两两不离异哈，就讲两块黑块的自性了啊，那就是悟了，就好。出道的时候就见到自性，但是见到以后常常会忘失的，啊，会忘失。那如果不忘不失啊，才能够不离呀、啊。如果见性以后你还会忘失啊，啊，那忘那如果能够达到不忘不失的地步，就是不离。不离的意思就是不退转的，啊，不退转。这个我看这就是这个，也就是那那有人回向济公，不退菩萨为伴侣的哦，你的病就不退菩萨，那是不离自性，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了，啊，不离自性是功。啊、哦，所以当念念啊都不会忘失，啊、哦，不离开自性，都依于自性，所有身与意都依于自性啊，所谓心就意啊，统统依照自性来讲，一切的身与意啊，都依自性而行，这样叫做不离。啊，那一旦安宁啊，就晓得懂这个修，懂、哦、哎，这个是感悟哦，这个是感悟了。
我的话来听见，我听见。啊，你什么也不知道啊？还有注意嘛？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对吧？那种啊，你可以看三八婆啊，还有可以看五八婆啊，啊，你都感觉很有面子，啊，别人就不在意啊，所以就有人自己过不了地呀、啊。我见了，我见了，我见了，哎，你看。
begitu nama kita COVID pas. Hui, eh sama tu, wah, water sendiri eh, dia apa, di mana ni, ni kan ikut mah, so. Thank you.
기반이 되십니다.